哇，这是从96年到现在的最大的一次泄洪排沙的，这个出水量每秒钟达到5500立方米，相当出水量是5500吨。从96年到现在的话是最大的一次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壮观的场景。我现在将要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展现我们小浪底泄洪排沙这种震撼的场景给大家。现在来给大家走到我们这个排水口的最上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情景。看这个情景，这边的话人是特别的多。今天是开了有5个出水口，再过了3天左右会进行排沙。现在是正在泄洪，泄洪到一定的水位以后开始排沙，排沙的时候才会有很多的鱼，到时候会有上百万条的鱼。现在我们来到下面这个场景，这边都是在冲这个淋雨的人很多。看一下这个黄河，这个水冲上去以后刚刮过来，这边很多人在这边冲淋雨，大家可以看一下，特别的壮观。这边哇塞，都是来这边玩的人都特别的嗨啊。现在看一下我们这边啊，这边的话是在最下面这个场景，看一下我们小浪底水库最下面这个出水口这个位置啊。我现在可以近距离给大家去看一下，哎呀，现在这个特别的壮观。万马奔腾的感觉。